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刚才弥撒一开始，我用这句话提醒大家，今天几篇读经都告诉我们，天主的心很大，他想着每一个人，等着每一个人回来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。这几篇读经前后是那么的一致。我们现在继续先看读经一，随后看福音。读经一是以赛亚先知书第56章，习惯被称为第三以赛亚。整个的以赛亚先知书是三位不同的作者写的，这是最后一位，历经几百年。可能第一个以赛亚以后他的徒弟按照他的思想继续做先知，后来就以老师的名写了这本书。最后整理成圣经的时候，这三本书放在了一起，就称为整个的以赛亚先知书。第三部分大概这位先知生活在充军以后，也就是从巴比伦回到了圣地耶路撒冷几十年。那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，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这些忠贞的犹太人到了圣地，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了，原来自己的家被别人占了，原来的圣殿当然成了一块废墟，原来的邻居亲人找不到了，都是陌生的面孔。你想走了50年在外边，回来之后一代人已经过去了，死的死了，在外地出生的回来跟本地的又不一样。本地当时迁移他们走的时候，从外地迁来的不是犹太人，或者至少没有虔诚的信仰，从各地迁移到这里，所以面临的一个问题怎么办，跟他们一起生活。更尖锐的一个问题，他们有的时候也去会堂，因为这里是圣地，跟着别的犹太人一起去祈祷，要他们吗？还是把他们赶出来？因为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回来了，他们基本上掌握着全部的信仰，从来不会犯安息日，从来不会跟信仰不同的人通婚，所以各方面非常守规守矩。那现在他们要进会堂，别的人也进，这些人是谁？你们连犹太人都不是，怎么能让你们进？这时候天主兴起了这位以赛亚先知，他就写了这一段，他开始以天主的名讲话，先知就是天主的发言人，以天主的名讲话，两边都不愿意听。因为当时有两种意见，一种就是说，哎呀，都在一块儿过呢，面子上也过不去，你不让他们进堂，最后给你找麻烦，打起架来，咱这日子还过不过？算了，糊里稀里糊涂都过去，哪有那么真的信仰，你也是信，他也是信，谁该怎么着信就怎么着信吧。这是一种意见。另外一种意见，那种纯正的犹太人说不行，把他们赶出门外，他们祈祷，他们求天主是他们的事儿，他们连犹太人都不是，怎么可能进这一个会堂？要不我说，先知的话谁也不喜欢听，先知采取的中间路线，一方面可以进堂，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行为，守规矩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
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当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。这些异邦人皈依了上主，该侍奉上主，爱慕上主的名，做他的仆人，守安息日，不要亵渎，持守我的盟约。如此，我要带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我的祈祷的殿里满心欢乐，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才蒙悦纳。我的圣殿要成为万民的祈祷所。这是天主的话。因为谁也不听，所以在这一段里边，先知一连重复了三遍上主的话，天主的断语，天主说的，就是为了告诉人们，你们不要随着自己，你们这些随大溜的啊，谁都对，这个错，你们这些另外也走入了极端，不让他们进堂，就你们好，也不对。天主这样说了，万民的祈祷所，这里让每一个人都进来，但是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要注意守安息日，活出跟天主的盟约，对他们有所要求，这是天主的话。昨天晚上，几个团体在一起聚会，两个合唱团，两个乐队，我很高兴地参加了。在一开始第一首歌唱的是合二为一，两个合唱团一起唱，很震撼，很美。合二为一，可能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团体虽然做着不同的服务，这个唱经，那个伴奏，然后有年纪比较大一些的，有年轻的，从事各种工作的，我们都在教会内服务，我们该有着同一的精神，同一颗心，是为整个教会，不是为团体，是这种爱教会爱耶稣的精神让我们走到一起。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团体需要这样子拧成一股绳，合二为一，为教会服务，整个堂口何尝不是我们需要合一。有一些常进堂的，经常参加团体热心服务的，然后有一些一年才进几次堂的，主日基本上都不来。有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他们？哦，他们这些比较冷淡，哦，他们这样的好像在堂口里边说话没有什么分量，因为你平常都不来，里边的事儿都弄不清楚。我们这些常来的是热心的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扩展一步，在中国有所谓的地上地下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要进堂我们就不进，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。感谢天主，形势不断地在改变。如果前些年说这些，那时候是因为有原则要坚持，不合法的教会不承认的，无论是主教神父，我们是接受教宗的领导，我们也不承认，可能不能在一起领圣事。到后来从不能领圣事到不能在一起祈祷，甚至到不能在一起吃饭，不能在一起共事，一下子就都分了，越分越远。我们说我们坚持全部的真理，受迫害，说他们出卖，救不了灵魂，软弱。可是他们却说我们，看你们整天批评别人，
你们好到哪儿去了？如果你们真的那么热心，怎么光看别人的不好？事实上，是历史造成了分裂，不是哪个人。像今天，有的在上边，有的在下边，有的生来从小就在上边，从小就在下边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就一直在这里。你跟他讲这些，他会很惊讶，是我分裂的吗？我没做什么分裂的事。感谢天主，2年以前教宗把中国所有的那些非法的主教，他们的神父都接收了过来，所以目前中国可以说从法律的层面不存在谁的弥撒不能忘，谁的圣事不能领。教宗如果说可以，有的时候会有人说，哦，教宗不了解中国的情况，所以教宗的决定也是错的，我们不听，我们这儿是怎么怎么样。其实有的时候是自己心里过不去，圣神是借着教宗领导教会，不是哪个神父哪个主教，更不是哪些教友自己以为懂道理我们就可以随便讲。今天为什么我讲到这里，你看今天的读经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，那些信的不纯的不能跟我们在一个堂，结果先知就说天主要我们每个人都在一起，我的殿宇是万民的祈祷所，大家都来，每个人都到我的圣山上，只不过我们都慢慢的忠于天主，我们一起相互鼓励，彼此扶持。我们都有软弱，都有罪过，不要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，然后我们又分裂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跟上面的人放不到一起，我们自己也会放不到一起，因为我们的心太小，我们不够宽容。这个会长讲了几句话我听着有问题，那好了，只要他当会长我不进堂，我另弄一派。有的堂口不也是吗？地下又分成了地下一层地下二层，又分了好几个团体，没有意思，这不是耶稣的意思。到底谁更忠贞？我们没有谁是忠贞的，连着不得路也是一样。我们需要天主的恩宠，每个人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在教会的领导下，我们谦卑地服从天主的话。随后我们看福音，今天的福音，耶稣退到了提洛和其东一带。2周之前我说这5个主日耶稣退走了好几次，耶稣自己就走了，谁也找不到他了。当然有好几种原因，一种原因，耶稣5饼2鱼奇迹之后，他发现人们越来越不懂，一看见他就想拥他为王，总是捣乱，认为他是救世主，没事找事儿。当时犹太人正想杀他，所以干嘛非要弄得那么热闹？而且耶稣救世界不是打败罗马帝国的统治，推翻把他们的军队赶走，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耶稣干脆就离开了人们。还有耶稣也是人，耶稣很累。我们读维亚奈神父传记的时候，这位圣人神父曾经3次逃跑离开堂区，不想当本堂了，每次都把他找回来，很不愿意回来。耶稣也是传着传着叫耶稣也就走了，谁也找不到他了，去哪儿了？耶稣出国了，去了提洛和其东，已经不属于犹太巴勒斯坦，已经出去了，挨着黎巴嫩的边界，
到那边去休息，耶稣要静一静。今天读的马窦福音十五章，在前边上一段刚刚讲过什么是洁与不洁，你们记着啊？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，别人就说这个不洁啊，不守规定。耶稣开始讲什么是洁，什么是不洁，不是进去的让人肮脏污秽，就没洗手吃了点东西人就脏了，是出来的。你们的心不好的时候，说的话、做的事儿，你的表情都很伤人，这个最厉害，带给人污染、负面的影响，是因为你的心不好的时候。所以不是吃进去的不洁，而是出来的能够影响、污染别人。所以耶稣讲完这些也挺生气啊！你们如果细读福音，耶稣走到哪儿，很多人跟着耶稣吵架，甚至耶稣显了奇迹，别人说那魔鬼附着他呢，要不他能显奇迹，别人不能显呀、就这样睁着眼撒谎。所以耶稣用我的话说，一气之下走了，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到外地去了，到那儿去歇几天。结果去了什么地方？那是犹太人认为不洁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犹太人，没有对唯一神的信仰，敬的是邪神。耶稣去了那个地方，你看，这不是没事儿又找事儿，让耶稣的敌人又找到攻击他的把柄了。结果到那儿以后，走着走着，有一位妇女来：“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，我的女儿腹膜好痛苦啊。”她可能听过耶稣的名声，耶稣的名声已经超越了国界，外国人都听过。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原文是给里耶来一松麦，你们唱的，昨天唱的，上主求你垂怜，给里耶来一松，上主求你垂怜。马窦把弥撒当中这句礼仪放在了他的口中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开始弥撒的时候，天主在这里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可怜我。我们唱的时候是不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？我们大家一起唱，唱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就嘴在念，心不知道去哪儿了？你看这位妇女，主啊可怜我，生怕耶稣听不见，他完全是发自内心，不是一边拿着手机一边主啊你在哪儿可怜我啊，一会儿看看，哎哎可怜我，记着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完全的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主啊可怜我。要不弥撒一开始给里耶来一颂，克里斯泰爱来一颂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还接着让我们一连三遍呼求，重要的事儿说三遍，在弥撒中就是这样的，他在带动我们的心呼求耶稣转向他。他在呼求，耶稣没有回答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呼求天主，不是马上回答，要记着他是天主，他爱我，他知道什么对我好，不是他做不到，不是他不理我，而是他会在最合适的时间，以最合适的方式给我最合适的东西。不是你一求你的计划，主啊给我，他就给你，他会给你最好的一份。这就是我们的天主，
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的时候孩子说一遍不行，说两遍，开头说不能看电视，看电视看把你的眼睛视力多弱了。好，等一会儿小孩哭了，我就想看就想看，好了好了，去看吧去看吧，不管了。天主不是，他可不是说溺爱我们，真的好的他会给，不好的你再求也不给，但是你求的他都知道。我们的每一声叹息，每一句哀求，天主都知道，而且放在心上。什么时候给我？可能一个月之后，可能十年之后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放心，他知道什么最好，在什么时候给我们最好。看上去耶稣不理这位妇女，门徒们就来了，说你快打发她走吧。咱们也是这样，这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你打发她走咱们就安生了，没人找麻烦，能解决赶紧解决。不，耶稣有他的用意。耶稣说，我来是为救以色列人，不是为他们，我是为以色列的亡羊，不是为他们。怎么解释这句话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可怜，我也想帮助，看到那儿的事儿没做，我也想亲力亲为，一天到晚最后你忙来忙去，你自己的事儿没做了，回来了孩子没饭吃，家里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没准备，你干嘛了？我挺忙，谁叫我去了啊？然后堂里有事我又去了，后来那个班打电话我又去了，哇，整天忙吧。什么是你自己的工作？我有的时候对我自己说，我不是救世主，救世主只有一个，我不能救所有的人，我把我现在做的，我们兴安堂区努力的做好，然后有点时间看看还可以做点什么主要的，不是哪里请我就出去讲道理，哪里愿意见我就过去送弥撒。我救不了所有的人，我来是为这里。天主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本分，做好你的本分，其他的交在天主手中。我们什么是成圣的路？把你每天该做的事做好，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想起什么来做什么，忘了你该做什么。一个学生好好读书，一个老师好好上你的课，一个爸爸妈妈好好照顾好你的家，这是首先我们的本分。这是耶稣，我想这句话给我的启发。我来是为以色列的羊，先不是为他们。耶稣包括他派遣宗徒们出去的时候，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你们知道以色列的王羊那里去，他也是这样说，只是后来转向外邦。你看天主有一个计划，他的计划是先召教一个民族，培育他们几千年，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真神，然后有一天他们再把神带给别人，这是天主的计划。要不从埃及出来走旷野40年，他在培育，到后来在福地安置他们，到后来直到耶稣诞生以后受迫害，开始这些人走向全罗马帝国，甚至罗马以外的其他地方，把信仰带给别人。天主有他的计划，耶稣在这儿说，第一步我是为以色列，先不是为他们，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不要他们。天主一定想到他们，可是我先
给以色列，以后才是他们。既然今天他来了，随后耶稣就开始，好吧？耶稣直接回答他，还是这一句话，拿儿女吃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。看你怎么读这句话。狗，这是骂人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像狗一样，甚至说连猪狗都不如，多难听。耶稣在这儿，他用的语气可不是骂人。想一想，我们如果中文也很有意思，我们说狗是指一个动物，当我们不高兴骂人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字。可是我们家好多家养着宠物小狗，有没有？有，是吧？你们喜欢你们的小狗吗？喜欢。所以耶稣说，哦，拿孩子吃的饼给小狗吃不对吧，先得孩子吃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耶稣把他们看成宠物了。外教人同样可爱啊。耶稣说先让孩子们吃，以后再让小狗吃。小狗其实也是家庭的一员，对不对？光你吃完饭不喂它，从来不喂它，以后这个狗会怎么样？你们也很爱你们的小狗，肯定的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哦，先给孩子吃，然后再让小狗吃，有一个先后。在这儿耶稣没有意思侮辱这位妇女，没有意思骂她，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。相反，说明耶稣已经想到他们，爱他们。天主的计划就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这里这些人，天主在培训我们，将来让我们走向别人。有多少的外教人，你们的同事，你们的朋友，他们不认识天主，现在每一次拿儿女的饼给你们吃，因为我们是孩子，将来会给他们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是第一步被天主召叫的，我们在这里听到天主正在养活我们。随后耶稣说，你们去到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扬福音，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。万民其中有一个民族是犹太人，其他的各个民族成为我的门徒。你看耶稣的心有多大，他不排斥任何人，他想到每一位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的心也要包容，要常想着今天我来这儿听到，今天我来这儿领圣体，耶稣养活我，让我做什么？弥撒礼成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我们接下来出去要养活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这个是天主拣选我们的目的，绝对不是为了我自己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。最后我想提醒大家，这位妇女来求耶稣，耶稣二话没说，后头马上说，好，你的信德真大。我有一点感触，那就是这位妇女为她的小孩求的，这就是代祷，让天主特别感动，里边充满爱。有的时候当我自己觉得这一段时间没事儿，挺好，祈祷没有推动力的时候，我想想我的家人们、亲人们、朋友们、同事们、邻居们，我认识的人们，有没有一些需要，有没有一些困境，为他们代祷。每天除了为自己祈祷，也为别人。天主非常感动，天主的心很大，但愿我们的心也变得大一些，求天主改变我们。阿门。